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医院里刚刚那些人，你为什么回来？你知不知道刚刚在恒生医院有多危险？那你呢？你明明知道这么危险，你又为什么要来？为了毁掉庄家。你走了，没有人能拿回股份，也没有人能够成为蓝海一星真正的主人。既然我不能替新言完成他的心愿，那我就替他。 毁了这一切，严星城。可你呢？忘了我和你说的话了吗？这不是你该回来的地方。严星城，你到底是谁？我看到了，你并不贪恋庄家，也不想要霸占蓝海的巨额资产。你不为了钱，也不为了人，那你为的是什么？ 让我卷进这个漩涡里面，你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你想知道我是谁？你把我带到这条船上来，你总该告诉我。 同行的是谁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庄心妍的人。为了他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也可以毁了一切。我就是要帮他把该拿的拿到。如果拿不到，那我就把庄家和蓝海全毁了。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为了心妍，我都会去做。严星城，可是现在这些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拿上你的护照、机票飞回你的海外一大，你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我说等一下，严星城，我不走。既然决定了，就别再……我要留下来保护你。 同居吧，我会在这个房间里跟你共同生活。24个小时，我们都会在一起。24个小时？为什么？你现在是蓝海和庄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必须24小时有人在你身边。 保护和确认你的人身安全，并且，下周蓝海要召开股东大会，你还要补充一些行业知识，以免在那么多人的眼睛下，再犯下一些不小心的错误。我那次就是一次不小心，你怎么记那么久啊？而且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生活啊？怎么不可以？ 就只有一张床。你可以睡沙发、浴缸、更衣室或者地毯。你让我睡地毯？不然，你想和我一起睡？谁要和你一起睡了？怎么不可以？
反正我们订婚了。谁说的？我们又没有举行订婚典礼。所以你是在提醒我，应该向庄家要求立刻和你举行订婚典礼吗？我才没有呢。对不起，老大，打扰你们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当我不存在。你们继续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帮我老大搬家。搬家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可是床头吵架，床尾和。大小姐，对我们老大狠一点。啊？他从来都不会叫。老大再见，老大晚安。我不会，我就是按顺序把这些都理了出来。我想说有一个方向嘛，会看得快一些。嗯，然后海外债券的那个合约里面有些东西，我觉得你应该注意一下。在多少页来着？好像是139页，帮我帮你找一下啊。哦，对，在这儿。就是这个。要不要帮忙？还是说，你想要再尝一尝泥土的芬芳？
我下来！哎，袁先生，你帮我下来！帮我下来！灵感来自于巴黎街头时尚流行元素。再多说一句，把你扔出去。就这样的抱紧你，就这样的亲吻你，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任性。想和你去看流星，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密。放我下来！你知的秘密就是我和你。你要干什么？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，没关系，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。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？忍不住要向你靠近，这一次紧握双手，彼此心连心，感觉奇妙，让人不可思议。哦，别怀疑。你说我要干什么？ Yes, I do。 就这样抱紧你，就这样的亲吻你，帮我擦掉。就这样的背小人情，想和你去看流星，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籍，无名指的秘密就是我和你。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，没关系，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。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？忍不住也向你靠近，这一次紧握双手，彼此写恋心，感觉奇妙，让人真的不可思议。哦，别怀疑，这就是命中注定。就这样的抱紧你，就这样的亲吻你，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任性。想和你去看流星，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密。下次我不会再放过你。就是我和你。